打开那个操纵杆的固定螺丝。哦，那边也稍微打开一点。好，先开。好，放置操作杆进去。好，放入操作杆在固定的位置。锁上操作杆的固定螺丝，锁紧。好，这样可能好，然后把空气管组装。好 ，OK。好，把拉绳固定环，拉绳固定环锁在固定的位置。组装几草袋哈，我们讲解组装几草袋啊，这个杆子是这样子，然后几草袋是这样子，碰打的这样。是在正式的位置哈，然后把这个支撑杆及早在支撑杆管进去，你这个不要伸进去了哈，这个不要伸进去，一定都这样子，好，一定都这样子哈，好，然后呢，稍微往上提，支撑杆稍微往上提，把这个稍微往前拉，往前拉。在机槽盖就装完成，好，我们机槽盖只装完成之后，这上面是靠近我们那个是靠近我们这个机槽箱盒子的这样子，勾住了，这样就勾住了，好，要把机槽拿下来倒，就是用这样子，往上提，往后拉，好，手抓在这边，有后面有一个支撑杆，看到 ，OK。好，油开关，这个是油开关，油开关特写一下，油开关进去，有压扇进去，就是油开，好，上面也有标示，上面这边也有标示，对，有，然后拨出来，油开关是关的，我们要使用的时候，油开关是往里面压，如果太久没有用，要把这个排油孔排掉，化油器的排油孔排掉，哦，手指的这个位置，排油孔要把它排掉，油开关把它关着。然后排油孔拿一个10号的扳手，把那个螺丝放掉，把排油孔、把化油器里面剩下的油排出去。使用前一定要把这个是机油孔，把机油孔打开，倒入的机油，这边有机油尺哈，不要超过那个刻度，也不要低于没有刻度的地方哈。然后把机油倒入那个机油孔，然后把它掀紧，那才可以发动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是讲这台割草机的高低调整，割草的高低调整哈。我们是先示范低的部分，这是越低最低的，越往后面车子越抬高，越往后面车子越抬高，四轮同步哈，四轮同步啊，越后面是越割得越高，越前面车子越低，割的地方越低哈。好，我们加气油孔的位置是在这里哈，我们加气油孔的位置，对哈，在这里加925的汽油哈，这是加的气油孔，好，把气油孔关住哈，啊，加好去旋紧哈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讲空气室，我们割完很久之后可以把。割完之后可以清理空气室，看空气室有没有阻塞。我们现在把空气室打开，空气滤清器，稍微摇动一下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空气滤清器，要看看有没有阻塞哈，要用那个，手哈，稍微把它抖动一下哈，把它拨一拨一点哈，看那个有没有阻塞，再把它组装回。
原位的位置，哈、哦，要压紧，哈、哦，要压紧。好，再锁紧它，这样就完成动作。要启动这一台引擎之后，要先把这个第一个黑色的，对对，黑色的加油手把搬往最前面 ，Q6 的位置，哎 ，Q6 的位置，然后再来咧，就把这一根第一根啊、哦，这一根启动的，哦，往前面压，往前面压。好，往前面压，然后再来就是你拉动啊，好，你拉动这个哈，拉动这个启动绳啊，这样就可以发动。如果发动之后，啊，再来就是要把这个主轰门的哈，加油手把再往后面搬啊，这个是slow，这是slow，再往前面搬，这个是加油，往前面搬是加油啊。如果你这个啊刀具启动手把它换掉。车子就会停止，引擎就会停止，啊、哦，引擎就会停止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东西先把它固定，引擎可以发动，引擎才可以拉得动，才可以发动，啊、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讲这个，哈、哦，这个哦，变速杆，啊、哦，我们这边有一档、二档、三档，看你车子走快走慢，哈、哦，的固定位置，然后我们排档排好了，再把这个行走的离合器往前搬，车子才会行走，啊、哦，车子才会行走。一共有两根哦，控制杆，一根是控制这个哦车子的行走，一根这个一起放掉，引擎就会 stop 就会停止，啊、哦，大约就是组装就是这样子哈。哦